大家好，我是阿飞啊。今天在老家，带大家去那个老家的这个山庆里走一走，去弄点野菜回去。家里的这个山庆里是有野菜的。那这里有一棵蕨菜。但这种蕨菜呢，我们这里是没人吃的，看，是挺好看的这蕨菜，哎，像一棵铁树一样，那其实真的就像一棵铁树，一棵大型的蕨类植物，挺好看的吧，毛茸茸的，还软软的这个毛，那这边还有很多的蕨菜，但这种蕨菜在我们这边也没人吃的。你什么样子的呢？这个样子的。这个蕨菜在我们这边也没人吃。哎呀！一不小心弄断了。可以说是非常多啊，这蕨菜也是。长在树上的蕨菜。这边这个庆里不知道为什么蕨类植物很多，而且这种蕨类植物觉得毛茸茸的很好看，一串一串的。看，这种也是一种蕨菜啊，这个蕨菜我在我们这边也是没人吃的。它都是蕨菜，一个特征都是卷卷的、弯弯的。还是很多的，那里还有。这里发现了很多的蕨麻。这种草呢，不能用手碰，用手碰的话就会非常疼，又疼又痒。就这东西。手的正面呢一般会没事的，如果你用背面去碰它的话呢，就又痒又疼。哇，正面也会疼，正面也会疼啊，这次很凶，痒疼，哇，就很难受那种。不过它是可以吃的，煮一下呢就是吃的，就那种很刺痛，现在就感觉这个整个手指都是刺痛的感觉。这边很多。来都来了，要带点东西回去啊。我刚才脚碰了一下，然后就开始奇痒难耐了。如果下雨呢，到雨季，也就这个月底啊，这些大木头上呢又会长那个香蕈，像这种倒掉的木头上，就会有很多香蕈长起来了。看，顺着这个山，然后就转到庆底了，我们去庆底看看。那底下有人放牛，放羊。那一路下去呢，很陡，然后很多的蕨麻，还有很多的这个蕨菜，太多了。蕨菜，那这些已经发起来了，这些。这种蕨菜呢是可以吃的。
那里还有一堆。是不是很多？这里有一个只小动物，小蜥蜴啊，嗯，这只，哎呀，跑了，看看清楚没有？就这小只，跑掉了。这里满山都是这个蕨菜，真的可以采个够了。哇！这么多蕨菜，已经弄得差不多了，真的太多了，真的太多了，真的太多了。可以看一下这一块小区域呢，就有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我数不清。总之就非常多。啊，这里就是我见过最多的地方。完全可以抢满满一篮子，差不多。剩下那些都 不想插了，你看。这些。
全麻其实有很多种啊，有大全麻、小全麻，还有一种是刺很凶的全麻，这种呢算是其中的一种，有很多种。看很多毛毛刺在上面。哎，我来尝尝它的味道。我最担心的呢是会不会扎嘴呀、啊？已经完全不扎嘴了，担心是多余的。也不苦，口感的类似那个小米菜，然后嚼上去还有那这个刺被嚼断的那种感觉，就叽叽叽叽的，但是它不会扎人嘛，不会那么凶。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，就是很特别的味道，就挺普通的一种野菜的味道，还不太容易这个形容出来它的这个味道。全都是这个毛毛刺，很多毛毛刺，如果它在活的时候呢，这毛毛刺碰一下可以疼几小时。一种味道很普通的野菜，汤的味道也挺普通的。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。